感觉不像是正常的沙暴。会不会是煞星兽啊？谁惹到煞星兽了？谁知道呢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你护住了我。你有没有事啊？没事，运气还不错。等一下，你这儿脏了。我给你画个兔子吧。老师呢？是刚才被沙暴冲散了，院长他们肯定也遭到了沙暴。去找他们。西斯城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沙暴从城外往里刮，他们应该是往回逃，我们沿着来的路往回找。煞星兽在找同伴。这你就听得懂？我能感受到他大致的情绪。这沙暴真的是他引起的吗？应该是了。不管了，找人要紧。好像是胡莲娜。抓紧了，以后我冲进去。你要冲进旋风救人，万一被卷走呢？人总要救我。要不我顺应进去，把人给救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小五。记住，如果风太大，你就松手。救了我一次。